建议台湾省收复后去省名台湾，原属于台湾省范畴内的事，建立为直辖市归中央统一管理，当然是需要协助管理的。协助管理的遵照岛内民众已经习惯的选举法，通过选举法来完成。本文内容为我个人原创作品，申请原创加分。